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u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マコト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。我们叫 H 大好了，好吧 ？H 大可以 ，H 大 ，H 大 ，H 大，听起来 H， 对对对。我找到新的蛋蛋。所以你们以前会看哆啦 A 梦吗？有看。怎样？我看，大家都有看吧？有吗？不会觉得小夫很北蓝吗？北蓝的。看他每次都这样子啊，那个胖女就会说什么：“我邱大雄，我要揍扁你。”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说：“啊，对，揍死他。”干，好像哦。我要揍扁你。揍死他。他不想理你啊！揍死他！哦，泰山来了，泰山来了，应该是他吧？只有他开车会这样。哎，你快看！哎，你过来！哎，你看！刚才是谁啊？好夸张哦！我操！有这么屌？你怎么变这样？他们克鲁兹，变成 H 大，你为什么变这样啊？这样，而且你还，等一下你染头发？没有染啊，我这头发灰灰的。那个是什么？有颜色的发胶，发蜡。我靠！不用钱呢？你干嘛？头发还有？我叫小木来打你哦！你有听到哦？好帅哦！按你的头发嘞。我头发被扫掉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剪掉。我去洗完头回来，已经没有地上已经没有，我连那个拍照时间都没有，很可怜。所以，对啊，你为什么剪头发？因为我吃饭会吃到头发，然后要绑起来也很烦。然后睡觉转身就会，你这什么念头啊？你什么时候剪的？礼拜六吧。你双十连假去剪头发？礼拜六。哦。哇，六千。吓我一跳。六百。剪600。车。剪。为什么要拍？不是啊，我就看到一颗头走过来了。好夸张。所以我要叫学长。学长，你看我是新来的，没有，你就算变成 H 大，你还是学长嘛。对了，大学长。哎，你剪头发，他会计也剪头发，你们两个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哦。等下去看一下会计头发是不是灰灰的。我是不知道。情侣头，我应该跟他剪一样，没头，对不对？你明天还用这个颜色吗？明天不知道。为什么今天要用？今天。我很久没有用那一罐的饮料，我怕它坏掉。那一罐我在买了5、6年了，都没有用到。没有啊，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好像没有用过。没有用过，你没有用过啊？认识几年？2年。2年半啦。他只有你可以弄，我可以弄。你转变太大，吓到我了。吓到了，你都没有预兆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剪个头发而已。你额头会很凉。对啊，哪有人冬天在剪头发的？还是你要360度让观众看一下你的头？啊，360度。那冒昧的请问你有考虑要植发吗？如果找到叶佩的话，有没有植发干爹来拜托一下？拜托一下。老板也需要，毛科也需要，科皮需要吧？还是那个没救了？科皮，我有失言的，你有失言哦。科皮需要吗？你有失言哦。好了，不需要吧？
他说，哎，学一下。啊？学一下。哎，干嘛？干嘛？我不能执法哦。不是你站太远了，我也收不到你的声音。太远，奇怪嘞，哎，我不能执法。你这个是市长，你又混乱了。我讲是这样的。揍死他！哎，如果你执法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当警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执法人员。太烂了！乖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。有没有工作介绍一下？哎，我觉得你蛮上相的，是你没有去拍偶像剧，可惜。Bye.